于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春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众众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一页零五页第五行看起啊，第五行课题：普济设方，分两小段啊。第一段受济法人，请看经文：佛有设方佛刹，如现在身，即未来身，见阿弥陀佛者，各有八万居士，那由他人得受记法人，成无上菩提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有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啊，这一段经文是说明设方居足因缘的众生，普遍得到受记的好处啊，这不容易啊！受什么记？下面经文给我们说出来，受无上菩提之际，经借着前面来的发心，这个利益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啊！怎么可能闻法就得这么殊胜的利益？我们看念老怎样给我们解释。佛对于众生受当来成佛之际，这就把体验意思说出来了，不是别的受记，是说你将来你会成佛，受的是这个记啊。那么受记有四种，
这我们在经上都看到的。第一种，未发菩提心时期，没有发心，这种人多啊，也就是受什么气呢？与佛有缘，我们有机会呀、啊，再能够遇到佛陀，再能够遇到佛法啊，是受的这个气。这个机比较普通。第二个，已发菩提心受起，已经发现过去生中曾经发过菩提心，以后退转了，前面的道路又迷失了啊，因为过去曾经为佛受记过，这一生有缘又遇到了。第三种啊，是引佛受记，他人得闻，当人不知，被受记的人不知道，别的人，旁边的人知道啊。最后一种是现前受起，这四种得其一者，见名得受起。这一句话很重要，我们今天看到世尊为在会的大众受记，我们有没有得好处？有，就是幕后这一种啊，得受记法忍啊，得受记。前面说了，什么叫法忍？即阿弥陀第四十八愿中的讲的三种人，为一的为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法人。法人分三个次第，也就是经上讲的音响人、柔顺人、无声法人，讲的这三种得佛受记，正如无声成无上究，如是之人故曰得受记法人，成无上道啊。佛法实在是难，学佛终极的目标是成佛，能成得了吗？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能成无上道。所以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问题是契机，给大夫治病一样，药要对症，对症病就能治好。再好的药要不对症啊，再名贵的药也治不好你的病。法门跟大夫用药是一样的道理，
啊，在面前的对象他是什么样的根基，要用什么方法去帮助他，帮助他提升，帮助他得业得利益，这个老师是名师，好老师啊！如果不明白众生的根性，八万四千法门随便念一门，有没有效果呢？没效果。这老师没智慧，老师不认识病人的病因呢，啊，不得理。所以求老师重要，老师真高明，药到病除，我们真得了。可是现在这个时代，高明的老师越来越少了。啊，我算是很幸运遇到了。啊，26岁遇到的。到今年66年。啊，得到一点利益，真得到了。不能说是大利益，小利益。小利益是什么？方东梅先生所说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这一点我得到了。啊，真正最高的享受，我还没有得到。真正的享受是什么？除六道轮回，生极乐世界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有没有人得到？有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看到过的不少，听说过的就更多。啊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对于我的利益，真正的利益，对于如来的大法，在选择上，我跟同学们说过，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晚年专修净土，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。我那个时候年轻，对这个法门半信半疑。啊，算是接触了，经论也读过了，啊，《弥陀经》、苏超、要解讲过几遍，
啊，无量寿经讲的变数就更多。你问我有没有把握往生，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把握。怎么办？这么多年总开一点小智慧，对，就这点小智慧我就有最好的选择啊，选择的印光大师所传的信愿持名求生净土，这有没有把握？这有把握，我能做得到啊，根扎得好，根是张家大师扎的，啊，根是什么？大师，我跟他第一次见面，他传授给我的，看破放下。这是真正的善根。净宗能不能成就，关键在此地。你肯不肯？万缘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，那你就决定成功。我对于这个深信不疑啊，年岁越大了，住在这个世间短促，这个紧紧抓住我，不敢放松啊！学了不少年的经教，得到的结论是万法皆空，因果不空，必须有这个认知，没有这个认知，无世界以来的烦恼习气你放不下，如果放不下，生活还是很痛苦。在这个世界，纵然你命长活到100岁，你这100年受的是折磨，是苦难的。那真正修行人，他注视无论长久，他不放在心上，这就对了。不放在心上，就是真的放下了。他会得到大乘佛法的利益，如果是用在净土法门，那必定成就，毫无疑问的。我们看念老最后这行的解注解，得佛受记，证入无生，成无上正觉。这一部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受记，阿弥陀佛为我们受记，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认真接受。完全没有疑惑的接受，
什么时候得佛受记证入无生，就在当下决定得生了，因为你心无二念了，一心念佛，别无二念啊，你就得受记法人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成无上菩提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下面一段，岁月的生啊，说是过去生种的因，请看经文，彼诸有情，皆是阿弥陀佛殊愿因缘，俱得往生极乐世界。这里头有一句重要的话，皆是阿弥陀佛俗世因缘，俗世不止一世，多世啊，过去生生世世都跟阿弥陀佛结了这个缘，为什么没有往生？那就是我刚才讲的，临命终时最后一念差了，想起来了，这叫大相差。这个相差一大，麻烦可大了，这一生往生的机会失掉了。这个夙愿再等待来世吧，我们是希望这一生成就，还是希望来生成就，这个问题是大问题，自己一定要想定好。如果希望这一生成就，什么问题都得放下，连所学的佛法也要放下。世法是假的，佛法也不是真的。一切法怎么来的？般若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从心想生的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从哪里来的？从自信变现的。啊，自信遇到有缘，它有现象，不是真的，幻象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些像生灭相。实相是不生不灭的，那么到极乐世界，你就能证得实相，就是说，你的缘成熟了，你所看到的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你在十方诸佛刹土里面所见到的，是幻象，是假象。不一样啊，要不搞清楚
你对这个世间还有所留恋，麻烦可大了。丝毫的迷恋留恋，就把你又拉回来，再搞轮回。拉到轮回里面去了，那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时间论劫算的，不是论年算的。啊，你要经过多少大劫，你才能再遇到这样的缘分？所以，明白这个道理，努力的从看破放下下手，我们心定了，稳了，不再动摇了。一个目标，一个方向。那这一生一定成功。念老在此地引的唐仪，八万亿诺由他众生得受记法人，成无上菩提，彼无量寿佛悉心菩萨道时，成熟有情，戒息当生极乐世界。这个话是真话，是事实，不是妄语，不是骗人的。我们接着往下看，盖一切法从因缘生，如是众生过去生中对于因地中的弥陀相知，因地中的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就跟他有缘了啊，而且蒙佛的教诲成熟善根，是乃无上殊胜的善缘。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，我们在座的同学，在电视屏幕画面的同学们，个个都有这个缘分，这个我们没有怀疑。如果不是过去生中，还在阿弥陀佛没成佛之前结的善缘，就不可能有今天这一会。那种的是因，这一会是果。虽然不是究竟果，对于究竟果来说，它是好的增上缘啊，让我们又再温习一次。啊，底下接着说，又因俗世受教因缘，接受佛菩萨善有的教学啊，这就是从善知识学习经教的因缘。啊，学了之后还真干，从文起事，这句是研究经教，
从事生愿，这个愿是愿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，是这个愿。应如八十心田决定不消，是为无上殊胜的善因。那这话我们相信，我们不怀疑，是过去的事实真相。今天弥陀觉满公园成究竟觉，我们的愿是阿弥陀佛在没有成佛之前结的愿，那么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发四十八大愿，建立西方极乐世界大道场，这个多久了？这经上给我们说明了，到现在是第十劫。啊，这个十劫是阿弥陀佛已经成佛了，成就进去了。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关系很深很厚，不是一世，多生多劫的关系。于是因缘具足啊，在今天是不是因熟了，缘也熟了，完全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状况，知道我们因缘都熟了，万缘放下就熟了，对这个世法放下了，对于佛法也放下了，只抓住一桩真心有极乐世界，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曾经发四十八愿帮助一些苦难众生啊，接引他到极乐世界去成就，这真的不是假的啊，因跟缘都熟了，人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像海贤老和尚一样，从早到晚，24小时，累了的时候睡眠，醒过来的时候佛号就接触，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。20岁开始，师父传给他的法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这一句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这个人有大善根，善根是什么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这一句佛号从老师教导他的，他接受过来，92年不断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啊，往生的
那一年112岁，他告诉我们，他多次见阿弥陀佛，也多次到极乐世界或在定中或在梦中啊，也曾经多次要求阿弥陀佛接他往生。阿弥陀佛笑着对他说，你修得很好，修得不错，多住几年，给佛门弟子做个好榜样，特别是给念佛法门弟子做好榜样。所以他的住世不是他的寿命，他寿命没那么长，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，让他多住几年，等待因缘具足了接他往生。这些事实真相我们要牢牢地记在心上，常常去回味回味。用他来做个榜样，我跟他比，什么地方他强我弱，我要改正自己，要勇猛直追，这才行啊。啊，这是老人念几十年的西游南佛，这法门不分老少啊，只要缘具足了啊，他见到极乐世界，喜欢极乐世界，见到阿弥陀佛啊，喜欢阿弥陀佛，正确了。这一些念佛因果不二，无比殊胜的成就，我们千万不能疏忽，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我们要勇猛精进之追也。啊，世间是假的不是真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佛事也不是真，何况是法。我们再看底下念老写的，可见极乐世界菩萨声闻天人俱皆无量者，正表弥陀因地与无量劫与生死海中教化摄受六道众生摄无量也。前古今日于此妙法能闻能信，是彼弥陀于往劫中追逐我于泥泞之中，这个泥泞是地狱，教诲我于火之
之内，这就在卧道啊。舍受不舍，劝导不休啊，不惜共轮转于六道。这个共就是佛跟我，我轮转于六道是业，业力。佛也轮转在六道，他是愿力，他是聚而不迷。我们在六道是迷而不聚。在这里显示出佛的慈悲，啊，舍受不舍，劝导不休，共同在六道里头。他只有一个愿望，但与我回心于一念，就这一句话，恩德无极，威德无穷啊！为我培植善根，精进生育增长，注视于此，不禁泪涟。这黄念祖老居士写这个注解，写的这个地方流泪呀。为什么流泪？感恩呢？阿弥陀佛，生生世世陪着我们，他有神通，他有智慧，他有大福报，在六道里头，无量劫中照顾我们，从来没有舍弃过。一直到现在，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把事实真相真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，希望在这一生中，是我们在娑婆世界最后的一生，这才叫真报逢恩呢。万缘放下，一心向往极乐世界。听了这部经之后，等于是我们到极乐世界去过一次。释迦牟尼佛做导游，我们看到，我们听到极乐世界的美好，极乐世界的殊胜，极乐世界的人们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得到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，样样如法了。比我们这边太殊胜了，我们这边一面学教，一面生烦恼，妄想分别，
起心动念，他不停止，他在干扰我们。我们不能得一心，我们不能得禅定。所以我们见不到真心。二六十中所用的全是妄心，八十五十一心所，这叫造孽。业虽然有善恶，都不是好事。恶业感三恶道，善业感三善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念佛往生，永远跟轮回离开了，再到六道轮回，像阿弥陀佛一样，那是来度人的，那是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念老幕后这两句，有没有同感？不禁泪涟。阿弥陀佛的恩德超过父母，你在这个轮回里面，无量劫，谁最爱你？谁最关怀你、照顾你？诸佛菩萨，特别是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，我们不知道。知道你也会有泪涟啊，后面还有一小段，阔体天地真锐，这有三小段。第一段，六种震动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，这是众生有感，法界有应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。啊，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，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教化的这个区域叫娑婆世界。阿弥陀佛的教区叫极乐世界，啊，弥陀的世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真正不可思议。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能够离开娑婆，
本揭露，这就对了。释迦如来看到了欢喜，阿弥陀佛看到了欢迎，不辜负长劫无量劫来佛菩萨对我们的慈悲照顾啊，总算是把我们叫回来了。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有表法会圆满，复现其锐啊，其是稀奇稀少，锐是锐相啊，本经现锐，即现在续分，复现正宗与流通，经的三分都有锐相，深显此经实为初善、中善、后善，万德圆满了。现锐是表这个意思。这部书自始至终啊，字字句句纯善。如续分大教缘起，世尊微光合一，如融金具放大光明，数千百变光颜微微，宝刹庄严，从谢以来所谓曾有如痴之睡，应称为奇瑞稀奇祥瑞啊。为什么阿难过去没见过啊？正宗分中也有礼佛现光品，佛见弥陀如黄金山，高出海面，佛闻十方称扬赞叹阿弥陀佛，弥陀掌中放光，一切过度习界明显。这样的瑞相真是奇瑞，稀少，菩萨们都很少见过啊。幕后流通分就在此地，流通分中大地震动啊，六种震动，这个现象是为我们证明底下一段还有更稀奇的神变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